Hello， 今天想吃绵阳米粉、3个粽子，还有好利来的冰山熔岩。这个是熔岩，要加热的。很流心啊！这个是冰山，这个是要冷藏的。 超级浓郁，除了小贵一点，没有别的毛病。梅干菜扣肉，太香了！就好梅干菜这一口，牛肉粒，绵阳米粉如果还没有吃过的，一定要试试看，太神仙了！大块牛肉粒，麻辣鲜香，够味。排骨，连汤都能够喝干净的程度，拜拜。